笑我，大家先好，我是王俊凯。大家一定都非常好奇啊，王俊凯最近都在忙些什么？能不能简单透露一下你近期的工作计划吧？最近就是在准备下一个工作嘛，就是在体验生活，对，为下一个剧组在做准备。那今天我来到西斯之家，在张园的这个新的盛大的开业仪式，你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来过张园，听过张园吗？当然听过，而且之前也来过。我觉得张园这个地方，首先它很有艺术气息，而且我觉得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中，张园有张园这个地方，它是历史感和现代感，我觉得是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区域，我觉得非常的有韵味，而且很多的影视也会在这边拍嘛，而且我觉得拍片也是很容易出片。这里其实